我们技术诉求在最后一场十月二十二在七股如何动起办节，那我们讲活动内容有 DIY 包括有手染导读以及壳盒组合的瓶颈以及手染手机的袋子，包括整个活动还邀请在地清理团体台湾农业团体能够行销推广七股的海鲜。当然我们晚上的话还结合当地的特色餐厅举办美食飨宴，那欢迎各位来七股游玩。谢谢，掌声鼓励。